跟唐官世代抵御妖族，关内百姓和妖魔不共戴天。虽然我严令在陈塘关不得提魔丸二字，但百姓对战儿始终相当抵触。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，去死吧！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。妖怪，滚回家去！我跟你们传说。关到死为止，不得让哪吒离开此屋半步。就是想把我关到死为止，可能这就是扎儿的命吧。别挣扎了，这是命中注定。去你的鸟命！让你们在胡说八道！他们把我当妖怪，我就当妖怪给他们瞧瞧。若命运不公，就和他斗到底。